八个小时的路程，我已经在德国。然后刚刚因为不能 check in 嘛，刚刚我就去放 luggage 的时候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去找，不是我们，是我要去找一个 supermarket， 然后去买牛奶回来这里吃一点早餐。可是你看外面还在下雨，很烦欸，很讨厌去一个下雨的城市，来到这里的第一次下雨，天还暗暗的。终于看到啦 ，Lidl， 我有点想念 Lidl 的面包了嘞。可是我们的目的是买牛奶。回来啦，然后我的外套是湿的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依旧是吃 Coco Crunch， 开心了一把。我第一站。卡尔门，哦，忘记讲，我已经遇到凯凯了，嗨！The chairs are on the table, the floor has been swept. It's closing time and I'm a little tired. It's a long time since I've slept. 卡店，好浪漫哦。I'm moving forward. I'm ready to move on. Heading for a brand new start at the break of dawn. Here I come. You better watch out. You better beware. The rumor is out. Nothing can stop me. I'm going for gold. 感觉走在这边，然后觉得还是比较灰灰暗暗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早上下雨。Here I come. 我们要边走边看有没有那个。白香肠，因为 ChatGPT 跟我讲来德国一定要 try 这个东西，还有喝啤酒。鸡蛋怎么五颜六色的？今天这里看到一个我很爱吃的，有点像山寨多门多。感觉应该就是干净。运动怎么看起来比较？张经理，我们那边没有这个啦。辣椒这样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觉得很重，味道蛮好吃的。不知道，这样，有点像我们的三八。我们来到这一间我不会念的啤酒馆，去喝啤酒，肚子有点饿啊，是不是要排队啊？哦，没有，就在里面。我点了啤酒来了，然后刚刚我没有注意跟他点到0.5L还是1L，然后很恐怖哎。超级大杯了，然后这是0.5，加酷啊，赞赞。你干了，我随意。
趣 ，Vanchi， 早安 Scripts。For you， 我已经想念了。天哪，下雨了，好大雨，得快。是你吗？还没有看到哎。找到了，就在这儿。哈哈，去吧孩子，就是要吃这个，有比意大利贵一点哎。Meat one, I think he prefers sweet. 嗯。Okay, thank you. Thanks a lot. Have a lovely day. 我已经是第三次拿到102号的房间了，这是一个10个人的房间，东西已经在这里了。上面的是我的床，下面的是他的，然后这边还有其他别人的床位，是比较简单的情侣啊。然后下面应该也没有什么。现在要去那个英国花园，然后那个风真的是恐怖到死。现在我要拍的时候还有没有了？德国的英国风，德国的。这鸭子长得很不一样哎，有点像 Pokemon 里面的那种哎。都不怕冷哎，那个水流很直。去温斯堡了，要跟他讲拜拜了，拜拜，他要自己走了，然后我们去温斯堡住一个2天这样子，嗯，希望那边全部不要一直下雨，不要一直下雨，因为我 check 了那个 weather， 然后真的就是好像也是跟这边一样一直下雨，嗯，在那边 ，OK， 现在先去 train station， 拜，我们的 train 去温斯堡。放在
坐在前面。这是刚才凯凯买给我的，他就放在我的柜里面。然后就奇怪为什么会有，因为昨天我也是有买这一样，可是我放在另外一个袋子。小幸福，这是小幸福。